大家好，我们是狗人。那我们现在要来推荐我们自己很喜欢的三首中文歌曲以及三首国外的歌曲。对，然后中文歌我们第一首推荐爱人之国。1, 2, 3, 4,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1, 2, 3, 4、谢谢。那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想推荐什么？很开心有入围最佳录影带，然后那首歌是红是，然后这是我们自己的歌。对，要来唱一两句吗？全清老师，当然好啊。那我们要，你想听哪边？我想要听最难的那一边。最难的那边，这就是最一开始，最一开始的时候。2, 3，我只为你，噔噔噔，点亮眼睛。OK， 好，谢谢。第三首歌， yeah， 我最期待的。我们是近期发表了一首我们非常期待的歌曲，叫做《新世界》。对，跟我们以往完全不同风格的歌曲。没错。对，然后这次我们很开心、很荣幸的可以请到阿豹一起来跟我们 feature 这首歌。对对，人家打算唱阿豹那边。对，大写刷牙。好 ，OK， 我也是原住民，但是你不会念，对不起。抵挡不住的诱惑，萌生自己的生活，冲突矛盾谁与共，你说也说不完理由。然后我们接下来还要介绍三首我们很喜欢的英文歌曲。对，我们自己私底下都会听那个。你最喜欢听什么？我最近在听的是 Taylor Swift and Bon Iver 的Excel， 是这样念吗？是这样念对吧？你知道超难念吗？我还没讲到为什么我要推那首歌哎、欸、，Excel 那首歌。哦，为什么？因为是因为我在车上的时候，我那时候开车演出，让我开车回家，就发现有一首歌可以让我特别安静下来，就是我的串流平台带着我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特别看了一下，然后发现我不会念。然后就觉得，然后我就还去上网找翻译，然后念出来给我听，我才知道叫 Excel。那谦哥呢？没关系，谦哥先。我喜欢的是就是 Harry Style 的 Watermelon Sugar。对，只用泰文念出来。我以前有在做那个幼儿教育，然后小朋友就只要学的，因为他那个段是 Watermelon Sugar。嗨，对，然后他们音全部就是会飘掉，就是他只要唱那一段就好，对对，然后他们上课就会说，哦，回家的时候就说教的就是西瓜的英文叫 watermelon， 然后就 watermelon sugar， 然后大家就，我要跟大家推荐是 Lady Gaga 的 Rain on Me， 因为我们是雨团，到哪里都下雨，对，只要有演出都会下雨。啊，我们都会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们就是遇水则发。谢谢。没有啊，他那边有很经典的，他不是这样 Rain on me， 然后要看跳有没有。对，我只是要唱这边而已。好，谢谢全清老师。噔噔噔Exactly 嘛？喂喂，不要这样。